撒母耳记下第二十章一节，伫遐拄当有一个妃女，名叫示巴，是便雅悯人比基利的囝，伊本扫甲讲，阮甲大卫无分，甲亚西囝无干涉。以色列人啊，恁逐人倒去家己的厝。二节，对安尼，以色列人拢离开大卫军队，比基利的囝示巴，独独犹大人对约旦河直到耶路撒冷。拢军队因的王条条，三十，大卫王来到耶路撒冷，入王宫，就将早前所留地固守王宫的十个妃嫔关禁伫北京处，供给因食用，无甲因亲近，因亲像寡妇受关禁，直到死的日子。四十，王对阿玛撒讲：“你到伫三日内将犹大人召集来，你也到来吃。”阿玛撒就去召集犹大人，却谈言过王所限的日期。六十，大卫对阿比赛讲：“现在恐惊比基利的囝示巴要害咱，比阿撒龙较上重，你着带领你主人的仆人追赶伊，免得伊得到坚固的城闪避咱。”七十，约阿的人、甲基利提人、比利提人、甲所有的勇士。拢对阿比赛对亚罗撒令出去，对赶比基利的囝示巴。八十，因到基遍的大盘照下，阿玛撒来迎接因。迄时约阿穿正甲，腰下剑的大剑插伫手内。约阿行的时，剑对手内落出来。九十，约阿倒手捡剑起来，对阿玛撒讲：“我的兄，你平安吗？”就用正手。抓阿玛撒的嘴手，要甲伊针。十十，阿玛撒无方便约阿手所举的剑，约阿用剑插入伊的腹肚，伊的肠啊留伫地里，无阁插伊就死。约阿甲伊的兄弟阿比赛去追赶比基利的囝示巴。十一十，有约阿的一个少年人徛伫阿玛撒先生的边，对众人讲。什么人欢喜约押？什么人归顺大卫？就到军队约押去。阿玛撒在路中搁伫家己的会里，迄人看见众百姓经过，拢停下，就将阿玛撒的先师对路中刷到田里，用衫压盖伊。先师对路中刷去了后，众百姓就拢对约押去追赶比基利的囝示巴。十四节。伊行遍以色列各支派，直到伯玛加的阿比拉，甲比利人的全地，遐个所在的人也拢聚集对伊。约押甲军队的人到伯玛加的阿比拉围困示巴，就对着城外起土堆。军队约押的众百姓用推弄城，要互城倒。十六节，有一个聪明的附近人对城里呼叫，讲：“听！”听，请约押近前来，我要甲伊讲话。约押就惊我来，附近人问伊讲：“你是约押啊？毋是？”伊讲：“我是。”附近人讲：“求你听鲁比的话。”约押讲：“我听。”十八节，附近人讲：“古早人有话讲，要待先伫阿比拉求问，然后代志才会解决。阮伫这个城的人。”在以色列人中是和平中和的，你为什么要毁坏以色列中的大城，吞灭耶和华的产业呢？二十节，约押回答讲：“我决断不爱吞灭毁坏，是因为以法莲山地的一个人比基利的囝示巴起手攻击大卫王。你若将伊一人交出来，我就离开城去。”附近人对约押讲。那人的头壳要对城墙顶刻乎你。二二十，附近人就照伊的智慧去劝众人，因就站落比基利的囝示巴的头壳，刻乎约押。约押分扫角，众人就离开城四散，达人倒去家己的厝。约押倒去亚罗撒冷，到王遐。二三十，约押做以色列全军的元帅。亚和亚大的儿子米拿雅
统管基利提人甲比利提人，阿多兰掌管做王的岗位，阿希律的囝约撒法做书官，示法做书记，撒都甲阿比亚他做祭司长，该尼人伊拉做大卫的宰相。